大家好，我是小雷姆，我是史数。大家好，我是史数。我哋有两个史数今日。点可以有第三个啊？你有两个史数啊？你话佢系史数喎？系啊。你又系史数，咁咪冇第三者咯？好，我哋今日咧，我买咗好多鲜嘅嘢，有柠檬茶，不过其实呢个好甜。加斯 lemon， 有 lemon， 有榴榴莓，有柠檬盐糖，预备好啦，我哋有好多鲜嘅嘢食。点解我哋要买咁多鲜嘅呢？因为呢、這、一个，得得，好神秘嘅出场方法，因为佢系台湾神秘果。好啦，呢、這个叫台湾神秘果，颠覆酸甜嘅味觉，哇，系咪真噶？咁啊，台灣咧就喺好少地方有得賣嘅啫。嗱，佢同我講咧話呢句嘢咧，好多台灣都知道嘅，好神奇。只要你食一粒咧，你半個鐘至到幾粒鐘啦，我唔知個實際嘅時間啦。你每食酸嘅嘢咧，都變成甜。Oh my god！ 冇可能嘅，好神奇啊呢件事。我覺得係咪㗎？仲要係佢後面寫係天然嘅喎，即係呢個係唔係？即係唔係化學嘢？佢係一個真嘅生果嚟。佢個材質咧都寫住佢嘅材質嘅，後面寫住天然果實，原產地台灣，此為台灣產天然果實製造，請安心食用。哦，所以代表唔係台灣產咧。就要小心食用啦。食用時請咬破果實，讓汁液均勻散布於舌頭。你咩均勻啊？可享受最大嘅功效。但係聽聞咧，佢有粒核嘅，粒核咧千祈唔好食，因為腐嘅，即係唔好食粒核。但係我唔知呢個裡面有冇嘅。咦？我覺得係一個新嘅手信，可以買翻香港。冇錯。我哋係喺成品。信義跟敦南裡面有個叫賽先生科學堂，喺信義嘅成品啦，同埋喺。敦南成品嗰個係廿四小時㗎，呢個乜頭？係啊，佢我記得係喺落去下邊嗰一層，入邊有一個叫蔡先生嘅咁樣嘅一間鋪頭。它裡面是不是很多很奇怪的東西啊？都是各種科學東西。哦，好想去啊！所以你的生日會在那邊買的？就這個東西就值得你一去，好不好？OK， 我要開了，準備好嗎，大家？我準備好。仲有一層。哦，这是风干了，风干 了的。哇！你们还是独立包装，还是还有包装？一个袋、啊、过度包装，这是干的。嗱、啊，粒嘢咧就系咁嘅，咁佢已经系干咗嘅呢粒嘢。佢一包里面有十粒神秘果，又名变味果，犀利。蜜拉圣果，哇，圣果啊，好 holy， 属于山榄科多年生矮生灌木，原产西非利啊，唔系西非热带地区。哎呦，闻上去是梅的味道，是脆的。有果汁吗？里面的果汁是，哦，它本身是酸的，它本身酸的，酸。所以就是因为酸了，然后让后面的都不酸，不会那么烂吧？我觉得系少人夸张啫，佢唔食酸嘅，因为佢唔中意食酸嘅，都唔系好酸啫，本身不是很酸啊，这样子就已经酸成那样了。我覺得佢食落去有啲似無花果，乾咗嘅無花果。我都係似咧，我上次喺 Seven 買嗰啲咧脆脆啊。士多啤梨脆脆，士多啤都好大粒啫。你睇下佢粒核幾大粒，好味我覺得。好味啊！食落去好似士多啤梨啊，我覺得好像草莓乾咯。對，真的很像草莓乾。草莓就這個酸，就沒有很酸，這草莓乾很酸啊。需要等待它有功效嗎？還是直接就來？應該直接來吧。找過到底怎麼樣？咀嚼果肉二到三分鐘。夠了啦，我們已經聊很久了。系咯，我觉得好神奇喎，点会？系咯，我唔知点样封锁个酸味感觉喎。咁翻好正常，成个口都冇乜特别。靠！柠檬茶变咗未啊？真系噶，我要试下。你在演吧？唔系做戏，真系。哇！怎样？好甜啊，柠檬茶。好甜啊！我不想喝甜的，怎么办？好甜啊！完全系甜噶。一啲酸味都冇啊！好甜啊！我好神奇啊！好神奇啊！甜啊！真的是甜的啊！冇咗酸嘅味觉啊！我觉得系将酸变咗甜啊！平时应该系酸啊！唔系啊，因为其实佢系平时酸系 cover 住个甜啊，而家冇咗层 cover， 得翻个甜。好甜啊！呢個係咧，嗰間鋪頭話俾我哋聽最酸嘅梅嚟㗎。因為沒有酸味嗎？
有可能，我不知道原本长怎么样。哇，好甜好甜好甜！太甜了。你食过咁甜嘅梅啊？就系、是、甜咯，甜梅咯。但系呢个梅咧，我哋买嗰时咧，佢有十几款梅俾我哋拣。老板同你讲呢一只咯，最酸嘅。呢、這个系盐柠檬糖，呢、這个系盐酸糖，会唔会食落去得翻咸味咧？没有酸味，我感觉到柠檬的那个柠檬的东西，但是没有酸味，没有酸味。我食到柠檬的香味咯，我吃到柠檬，可是感觉不到柠檬的酸，柠檬味，但系冇酸啊，好甜啊，好甜啊！我呢个时候应该要食嗰个 Super Lemon， Super Lemon 应该要食，我哋买唔到啊，因为大陆买唔到 Super Lemon， 如果冇就买嗰只，大家知道佢酸。下一个，没有任何的酸味，我哋要挑战，对，没有。闻落去系，闻落去系酸嘅喎、啊。我已经流口水了。闻落去酸嘅喎，闻落去好酸啊！试、下我哋试下舐一舐，哇，好甜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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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它很刺，佢好刺好吉噶，因为其实嗰种酸度仲喺度，佢系好吉噶。嗯，但系一条酸啊咩啊？啊，后面系都系酸嘅，喉咙会酸。喉咙会酸，因为我哋头先咧将个果汁咧咬喺个舌头度，但喉咙咧我哋冇食到嗰个果实啊，所以咧喉咙系酸嘅、嗯，喉咙系酸噶、嗯，你条脷咧好甜啊，系好甜啊，好得意啊，同埋呢两边有啲乸我个嘴隔篱，佢就系嗰种 acidic 仲喺度嘅，即系佢仍然系唔好改变佢嗰个 acid 系嗰个 nature， 所以仍然系会乸嚟噶，好好玩啊，食完。归了台湾神秘果，太神奇啦！好甜啊，好得意啊！好，我哋今日台湾神秘果挑战成功，耶、yeah, yeah. ！掌声！好神奇啊，我觉得真系好神奇，我觉得台湾手信唔好再买凤梨酥嗰啲嘢啦。圣诞嘅抽奖仲埋佢，就买呢、這、一个。嗱，即系大概200蚊台币，即系200台币，即系50蚊港纸，我当成玩具 OK 嘅。里面有十颗，有十粒，有十粒，咁我觉得玩系几开心嘅，真系好开心。我觉得圣诞抽奖嘅时候，如果你咁啱就嚟去台湾咧，就可以买翻去抽奖，跟住仲可以成个 party 嘅人一人食一粒，跟住咧就一齐食柠檬。好有趣，呢、這个真有趣，我真系大推呢个玩具。系咯，即系玩具合适咩？即系一个又食又玩嘅嘢啦，我都有趣。好啦，嚟到呢时候咧，要卖埋广告啦！你见到呢、這个有两个按摩果实，哇！呢个我哋要抽奖送出去噶，哇！呢、這个冇错，就是、我哋举办紧我哋嘅史莱姆3000元666666，诶，庆祝活动，刚好6666，系啦，六吗？冇6啊，帅仔，6666很厉害哦，哦，6666，所以我哋呢个月咧会一日一片之外咧，仲会抽奖送礼物嘅，除咗我自己暗荷包买嘅按摩果实咧。還有很多 Logitech 的產品，所以記得去參加，快點訂閱我們啊，所以今天去到這裡了，下次回來再見，需要你支持，明天見，拜拜，關